欢迎回到志在地的港都新闻，我是黄子倩。八八风灾后，经历了多年的努力，当地的原民才靠着种植农作物、编织手工艺，走出自己的一片天。佛光山与人间福报、福报购合作，提供原住民商品销售平台，让他们能够自给自足。而艺人蹦恰恰也率领艺人团队加入协助重建的行列。即日起，只要在网站上购物满额，就可以获得慈善义演的演唱会门票。原名歌手以首清唱歌曲欢迎到场的所有贵宾，歌声之间感谢之意表露无遗，会在佛光山佛头纪念馆举办这场记者会，全为了表达对佛光山以及所有支持鼓励的艺人朋友们的感谢。您买了几百块的这一种物品啊，跟原住民乡亲采购的，那我就送你一张这个什么，这个入场券，来看我们这艺人朋友的这一种表演。八八风灾后，历经三四年时间，好不容易重建好的家园，仰赖着原民们种植农作物以及手作编织。现人间福报的福报购愿意提供他们销售平台，艺人朋友们也愿意义演支持，让他们很感恩。率领艺人参加这次活动的蹦恰恰也很荣幸参与这场活动。感谢这么多艺人朋友，如果这一场这些人去做一场秀，这一场大概要超过300万。我觉得今天要帮助的是原住民的朋友，我们都是原住民。碰口是嘉义的原住猴，我是基隆的原住妖怪。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去尽心尽力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为了让民众可以更了解索取免费慈善义演票券的方法，人间福报以一场行动剧带出到福报购购物满额索票的过程，希望大家能踊跃参与。港视黄子倩、潘志光采访报道。